close your mouth a little bit. 牙科诊疗椅上，一位身心障碍者动不动就哀哀叫，可能他经历过这个身残状态，然后他很怕痛，所以我稍微轻轻碰他一下，他的 expectation 那个痛，他会就算不痛，他也会把自己放到非常痛的状态。我会一直叫他放松，是因为他 intense 太久了，他会缺氧。慈济大爱医疗车牙科团队从2000年开始巡回偏乡服务弱势民众，医师总难免碰到棘手病例，而每次义诊，不论事前消毒还是看诊当下递送器械，都不能有丝毫差错，实在不容易，靠的就是牙医助理。当他们治疗好以后，我就觉得那个刹那间都会让我感动到，他们抬头会看一下医生，他们就看一下，那种眼神就是感动了我，就会觉得真好，有你真好。Thank you guys。一个笑容，一个眼神，是侯秀棉一路走来十多年坚持的动力。It's been two years since I've been to a dentist, and they say I have wonderful teeth。在每一张诊疗椅旁边，都有一位充满爱心的医生与耐心仔细、随时警觉帮手的助理，成就了一场场的义诊，也传递了爱与温暖。大新闻真善美志工美国报。